排车轮压过的人行道，驻留在便利店的街角，黑板上浪费愤怒的脾气，失恋般的微笑，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跑，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海浪里的喧嚣誓言，若不及那一个拥抱，奶奶，您看上去试试，舒服吧？这个呀，对您的颈椎、腰椎都有特别好的治疗作用，特别适合您这个年纪的老年人。真好哎！嗯，得不少钱吧？没多少钱。哎，对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呀，是我给您买的脑血栓治疗仪，特别好用。对了，叔啊，前两天我听你说你要改造你家洗澡间啊。我就把你联系好了，周围几家暑天下最便宜，您家等着就成。哎呦，太客气了您。婶儿啊，你家儿子上小学了吧？啊，来，这个是我给您儿子买的学习机。这我还有啊，拿回去随便玩。这真是好孩子。奶奶，您先按着啊，我来帮你粘吧。这胶水啊特粘，粘手上洗不掉。用不着，靠边，我自己会粘。对了，以后啊，不用去医院排队帮奶奶买药了，我跟医院那边打好招呼了，他们会定期派人送药过来，你打电话给他就行了。我不要，我宁愿自己排队，我也不想麻烦别人。怎么还麻烦他呢？这是他们的工作，就算你不打给他，他也要打给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给我打亲情牌。这你就看出来了？傻子还看不出来？银子，银子，嗯，我听说明天体检要把衣服全脱了，而且20个男生一个检查室。副班长，体检的时候别把我和顾海安排在一个队里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和顾海关系最好吗？我还特意给你俩安排一个队里去了。你甭管了，别把我和他放在一个队里啊！谢谢。哎，走了，体检去。我不是这一队的，我下节课才去的。反正也没课，一起去吧，在教室待着多没劲。我有点困了，我先睡会儿啊。同学们，上一队的人马上体检完了，咱们这一队人也赶紧下去吧，因为很多班在一起检查，所以队伍排得很长。咱们班应该找最少的一项排，我看了一下，生殖器检查那一项最快了。二十七班一队，进来。
哎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出来了？顾海那玩意儿太……我这也拿不出手啊，我还是等下一轮吧。哎，这队怎么少这么多人啊？来来来，你，跟我走。说你们几个呢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抓紧时间。 进来，小伙子。 身材不错，都能当飞行员了。来，老爷，这事儿吧。 做心理准备，也许不确定，但只是怀疑。今天还把咱们班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你的检查结果是阳性，乙肝。怎么可能呢？我高一的时候体检过，没出现什么问题。你要知道这事乙肝也会传染的，有可能是你后来被传染的。可我打了预防针啊。打了预防针也不管事啊。咱们班今天就有两个被检查出和你一样的结果。 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想在这待一会儿。就因为今天我朝你那儿多看两眼，你俩就不乐意了？滚！走吧，这太凉了，跟我回去。我不想回去。为什么不想回去？能跟我说说吗？不能。 那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啊！走吧，跟我回去。饺子来喽！来，吃点吃。怎么了？还想喂你怎么着啊？好。来，宝贝儿，张嘴。哎，这个，我有乙肝。谁告诉你的？副班长说。 体检结果下来了，我的肝功出现异常，初步怀疑是乙肝。你甭听他扯，数他说话最没谱。来，赶紧吃饺子。没谱的人是你吧？我都跗你说了，我有肝病了，你还跟我用一双筷子一个碗，你是不是找死啊？顾海，你至于为我做到这个份上吗？不是，这不至于的事儿，是你压根儿不可能有这毛病。我有。 我说我有，我就有。你有啊，你有，好不好？那你今儿啊，你仨一块找我，怎么能招上怎么来，好不好？我陪你一起得。你傻逼！对，我傻逼。我叫你看看，傻逼能看出来事儿，你看不出来？你不是觉得自个儿有病吗？啊？好这话不听是吧？爷今天给你治治啊！ 我怎么给忘了呀？他这吃软不吃硬。别怕，周六我们去医院看看，不会有事的。嗯，你能保证吗？我能保证啊，我说话最有谱了，放心吧啊！我说你没事就没事，走。那你今天别和我接触，以防万一。好啊，走吧。
пойду. Пойдешь сейчас. 干什么呢？滚一边去！烦着呢。怎么着？学和豫剧欢迎了是不是？啊！我最后警告你一句啊，离我远点儿。你呀，刚才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，现在装的跟没这人似的，怎么这么坏呢？谁勾引你了？哎，刚才是哪个小混蛋在我面前换睡衣，拖拖拉拉不穿上？你还是故意勾引我是吧？ 啊，故意勾引我！啊！你来这屋干什么？喝着睡觉。 你们家这么多事，你干嘛非来这间睡啊？我不是和你说了，别和有过分的接触，汗液也会传播的，你知道吗？汗液有什么会传播？我听说，唾液也传播了，是吧？那干嘛？别怕，我有事。这种事还用我陪着吗？你别这样，干什么？我听说。 现在做什么？控制不住。你别这样！小英子，刚才太迷人了，太性感了。英子，刚才舒服不？你要是再臭贫，信不信我把你从窗户踹出去？我不是想说这个。那你想说什么？就在这说。在这说没气氛。 我会好好疼你的，把你这十几年缺失的爱全都补回来。哎，老爷，你出来一下，有点事和你说。 您进去吧，我在这儿听。要不你就直说吧，反正我也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哎，其实吧，昨天是我没搞清楚状况，你的五项体检里只有一项显示是阳性，证明你的体内已经有了抗体。咱们班有抗体的只有你和另外两位同学。
剩下我们这些人体内都是没有抗体的，还得继续打预防针。你这意思是，他没得乙肝？对，也可以这么说。给了你这么大惊喜，你得好好感谢我吧。我真的得好好感谢你。 晚点告诉他呀，你让他坏了多大好事啊！本来这几天他就要投入我怀抱了，结果让你这么一整他，把他顺天又断送了。我的顺天又断送了。英子。 英子，这个周五和我一起回家吧。和你一起回家？啊，回天津。是啊，我老跟我妈提你，她特想见见你。得了吧，赶明儿你妈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在上你家玩吧。别介啊，就是我妈想见你，我才让你去的。 我妈做饭特好吃，哎哎，那我能一块去吗？你想去就去呗，是不是自己掏啊？那我不去了。告诉你啊，英子，这周六陪我去看看家具吧。看家具？看家具干什么？我那房子还没装修好，好多家具都缺呢。那你自个儿去呗，你叫我干嘛？ 你眼光好，我想让你跟着我。英子，我上个礼拜回家就已经和我妈说好了，她都预备好食材了，就差你了。这样吧，我买一份礼物，你回去送给阿姨，然后你和她说一声，我有空的时候一定上你们家玩，啊，好吗？ 你丫整天窝在教室里干什么？大老爷们的不能出去溜达溜达，啊！你瞅瞅你这副德行，还穿一个戴帽的卫衣，你丫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啊你？你自己看看你的嘴角，还沾着点方便面渣子，你丫不知道方便面是油炸食品吗？你丫不知道油炸食品是不健康的吗？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。 我从你的眼神里，我就看出你家内心的肮脏，你丫龌龊，你丫忒不是东西了。你瞅什么瞅？瞅我就能把你漂白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能吃，还吃，谁不会吃呀？啊，谁不会吃呀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那些龌龊事儿，我心里明镜似的。臭不要脸你！嗨，哥们儿，你去医务室看点药吧。 老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你打个车回你那儿吧，快走吧，带我回去。上车，走。哎，你不用，这样我难受。该走吧。辛亥革命的发起人是谁？ 辛亥革命，孙中山先生。鸦片战争有什么影响？鸦片战争的影响有三条，不对，四条，三条，就是三条。第一条是对社会性质。 发生了变化。第二条是对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。第三条，哎，第三条什么来着？
哎，你要是真打呀、啊？这条问过你多少遍了，你咋还不会？这样吧，先背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？现在都几点了？平时这点我都睡觉了。哎，我今天还淋点雨，头还有点疼。你可以不背，我现在就检查你。你要是错一题，睡觉的时候就往外挪一公分；你要是错两题，睡觉的时候就往外挪两公分；你要是都答错，你就睡我爸屋去。那要都答对了，我能亲你上去吗？亲大爷！亲。背题。我今天题都背下来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你还多大了？我题也都背下来了，谁给我奖励？本来就是你该干的事儿，还以为多光荣。我来给你奖励，你要吗？我不要，你拿走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将来想要做什么？我想经商。你经商？嗯。你爸会同意啊？我觉得你爸肯定想让你走他那条路。哎呀，他爱怎么想怎么想，反正我要经商。胳膊呀拧不过大腿。别管他，你呢？你想做什么？我也想经商。别介，你丫那么精，我要是跟你成了竞争对手，我不得赔死啊！我的钱啊，花完了。就照你那花钱的方法呀，多少钱都给你秃噜没了。什么叫秃噜没了？我那房子不用装修啊，装修房子不用花钱啊。再说我平时生活要花销，这每天光出不进的，存款都没了。你呀，你爸不给你钱啊？他给，我没要。你干嘛不要啊？你花你爸的钱不是应该的吗？哎呀，这事儿啊也怪我。那时候离家的时候，我跟他放过话，以后不跟他要一分钱。现在虽然关系缓和了，但是话都放出去了，也都不回来了。那你就上我家住吧，什么时候你有脸问你爸要钱了，你再回去。那不成啊，不能在你家白吃白喝呀。你都在我家白吃白喝将近两个月了，再多几个月怎么样？况且我爸那工作也是你给找的，他还想着怎么报答你呢。别说几个月了，再多个几年啊，他都乐意养着你。在你家白吃白喝倒是行啊，但是我总不能伸手问叔要钱吧？你说我平时出去，要是有个什么事儿，也不能没有钱呢。我有个主意，来钱特快。什么主意啊？不是，什么主意啊？哎，你背着我说起从前，一个人拖延着时间。我笑着听着你诉说，眼前却模糊了一片。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，向前慢慢走，一起慢慢走。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，听不见我说。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。
爱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，听不见我说。